哦，所以你要哪一只？拉下拉哦。我不是已经就绪了。我的决定符合逻辑。我切了切了，我怕你等切了那边，等一下又关切了，又来不及。转的应该没差。对呀，好的。开始了。就台版的 Fate Go 也出了，我的手机里面现在有三个 Fate Go。好可怕！你为什么要玩那么多 Fate Go？ 对吧？抽的太好了，又得继续玩。你抽是什么？你说台版的？台版的啊，啊，三只四星的。哎呦，他手抽最高的是四星吗？嗯，新手抽是这样的。哦，反正现在出台版出的东西我都不想抽，我日版就有一大堆。好吧，那我也去玩一下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要好了。我要玩台版，要玩的话我就把日版给你玩。我只是想看故事而已啊。可是故事遇到四张全都是没用的垃圾，那算了，我不要看了，我不要玩了。就五六七到第二部的时候，剧情才变成超爆干掉。超爆干掉！我现在就觉得，我看那个台版，他们上次记者会，看那个老板真的很白痴，他一直说超越路虎超跑车好不好？资料片，更多资料片，商城会有很多新动，更多商城，哇，我是断线的，是不是？还是说只有阿图还在连？只有阿图还在连，我这边也是只有阿图在连，他最好断线，他断线我们就可以很轻松。他说我再重新连线，啊，那你爆了，我到整次我不知道，你怎么又爆了？哦、我们这队还没有辅助，不是只有你一个，而且还不能补血，不是没有，他不能暴血他。怎么说？我怎么说？我再重新连线呢、啊？只要腿在连，没差。那更是在做梦，是不是？对面有老神，又有泰兰德，打不赢。要第一把，我要打爆，我被打爆。哦，没有了，是阿图，都是他出，我还有宝。选择天赋，准备开战，进化完离去吧，别让我失望。有机体阿巴瑟，看我的第一季第一个被主动太烂了吧？第一个主动，我第二主动还有橄榄，橄榄有过，看你就很难用，我还是用 Q 好了。开战倒数，十秒。执行中。我还要杀重胎。对啊，你要不同台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哦，这是怎么那么可爱又帅？战斗开始！而且我在球场上打下也不会跑，一点都不真实。
我要藏在湖人的阿里好了。你要哭，你要哭，你藏。哦，人质烟，偷小蟑螂。你可以，你那个毒爆桶可以打掉。我可以来推塔吗？这个毒爆桶。可以啊，我那伤害低，超低。没差，反正可以丢。啊靠！救命哦！救命哦！那个谁太难了，他来的太慢了。他没有，他我们没有辅助啊！我操你！他刚准备，我讲没有，我也不是辅助啊，我爆炸！没有是爆炸，我也是。我是远程专家哎，他们好像也没辅助啊。有啦，我两只，他们老神跟对杀。老神算坦呐、啊，太难打还是辅助。老陈是那种很鸡巴的坦，他会一直补血。圣坛就要启动，我可以大开杀戒。就是不从太久，你从他流布在那个里面。啊！不要吃我的，吃我的异化，吃我的虫子。吃我的那个。不要跑啊！吃我打！选择天赋。一把刺蛇。大家来不及了，换枪吧。我就是丢爆水。哎呀，没丢到。他们在抢什么？哦，我也干不下来。哎，迪瓦射屁哦，走开呀，迪瓦！把他抢走，把他抢走了。无所办法，我只是打家哎。打家了，没有用。哦，没有，哦，没有，哦，没有。哎，我没死，我没死，我没死，吃我了，毒爆虫。很傻呀，不能怪我。啊，这我们的暴虐魔，哎，太强了吧！因为他是那个，他是每一队的队啊！我小蟑螂可以干嘛？帮我打、啊！他怎么死掉？傻笑！连杀！撞屁哟、哦！你这是撞什么？你这臭婊子！傻逼，干他坐下来！还跑掉！目标歼灭！哦，被我收掉！哦，赶紧点！打不赢！啊，掉了，慢一秒！慢吧！开车了！哎，走开啦！那太折磨了！对吧？刚知道我毒爆虫，提高毒爆虫的数量，提高毒爆虫数量跟啥？爆虫！我可以帮，没事，我可以帮。快！我重开啊！你想抓？我有。
虫太硬抓不到我，吃我的毒爆虫，吃我的毒爆虫，在跑啊你！不会，我虫太也干，我都好丰满，好丰满。虫太不保护你，惨烂透了。给他加我速度啊！啊！完了，没速度了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哎，好危险，好危险。我都忘记放我的蟑螂了。赶快捡到我一刀！这好难闻。这只可以追毒。精神连接的一切力。你强化了。到处乱扑虫才就是。对，到处乱扑虫才就是。过来很标准。他被我干掉。废哦。废哦，太阳的风是你。就你打的鹦鹉。哦，我现在燃烧就起来了，我居然可以燃烧，我只是一直乱丢毒爆虫。就这种给弄。那边上面没有，我没有突虫，没有突虫而已。要我怎么过去？我倒不如跟小兵一起推塔。塞我塞死，我在那边塞一个人，我抓过去。哈哈，大空大了。哎呦，我就点到小兵。点小兵没事，他全炸了。没有啦，我刚刚普攻点到小兵。哦。你有点那个吗？我后期会点的吧。我点打。可以打。干！感觉我刺杀这些鞠躬。在那边跑啊，他敢打？就这不就被我的刺杀干掉了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专家角色是不是？看风暴暴虐国如何毁掉至高天？看来我们要赢。是我们的，为什么是我们？是吧？这人看过来，我们要赢。呛野岭。我没打，打到他。做得好，他们活该。英霸无双。你经过改良，已强化。看图在根本就读爆头轰炸机。吞掉可以干嘛？好像也没有伤害哦。没有没有，他吞掉之后，你刚吞掉他们一整个，没有人能被三打。哎，不要跑啊！不是，很会躲。我刺蛇在附近哦。妈的，过来！太不过来！目标歼灭。
砰！砰！干你！砰！老子喝屁喝，我还不给你吃毒奥虫呢！老铁，老铁，老铁，过来！过来，过来！别抢！撤！在凝聚能量，给我强下来。那我这个第16点什么点飞糖吗？看你吧，我是点我之前玩过，我点飞糖，这还不错。好不好？你们谁要上？你们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英雄。把暴虐我放出来，他们在里面大卸八块。解决敌人了，斩杀！斩杀！你有天分吗？欢迎吧！状态我走老慢。选择天赋。要赢了吧？啊，这个里奥瑞克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里奥瑞克。啊，打怎么不跟暴虐魔体推啊？停滞。出色的一击。好，哦，那个正好耶。啊。共生体，你强化了。击败了我们的暴虐魔。紧急脱离。不退吗？先退啊！我这是狂丢这个。该撤退了吧？不行，哎，太累了，该撤退啊！他爆掉了，哎，撤！原是一个切，他切到了吗？快惨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还要死，他赢了，拜拜。我的任务结束了，巨斧从台流了。又隐形，把他打出来。来上面，来上面。那里奥克雷克打不赢我。里奥克很悲，里奥克真的很惨，好可怕。圣坛正在凝聚能量，我们一定要拿下！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！北七呀！哎呀，太早进去了！太早进去了，我扛不住。
区一强化。马上行动，秀才！看着狼群，冬天才在脚下。敌人出局。哎，他不给我开啊，干！双杀。开。没有，我要开圣坛啊！我用那个孔圣坛。哦，我上节奏就控。哼，扎头当时要救了泰瑞尔一命。哦，里奥勒克勒在干嘛？他是那个还在冷却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里奥勒克。好可怜。他那个幽魂是怎样？就是他不会，他死的时候他就直接卷地。啊！我助攻跟泰瑞尔有。我的助攻也是，我助攻很好。好，你就躲在后面而已。还有。就这样子。就像谁？很好，我来召唤那风暴暴虐魔。干，可是我杀死一个人，拜托，他妈杀了十一个人。不知道蟑螂可以干嘛？他们好路，他们好像玩具虫。是我的飞糖啦，再见。颜色造型比他在那个什么暴雪那个斗争特工造型还要帅，真的。而且他有出那个，他有出初号机版本的。我是提示 AP 全部恢复，一个是入，一个是入服。哦，三十人开一箱子，开箱子是不是？你觉得好玩吗？有战利品，啪！干！嚯、哦，路波造型，重开重开，乐色造，丑死！又是犀牛大佬，重开重开，重开重开，波波重开。哦，史诗，史诗，我听到了。要实施的声音是什么？啊，莫斯莱斯中尉抽掉石造型，原型治疗。莫拉莱斯，莫拉莱斯重开造型都很丑，那有个好看，他那个角色的型就已经很丑。哦，希瓦纳斯，黑暗女王造型，还 OK， 还可以的。我没有希瓦纳斯。没有，你我想欠一块美。你之后买的话就可以用了。烂，还送。快币钱。是啊，那是蛮好玩的、啊。我就玩这只，拿跟在旁边。我们快点上战场救人吧。关谁？算了，不要玩阿努巴拉克哦，看见不？打萨拉是干嘛的？你可以看他的，我就忘了。对啊，有一点点印象，可是我就忘了。不要，那
还是不要玩满手游了，感觉满手游被霸凌。上战场救人吧。感觉很会霸，感觉就会被霸凌。好，我帮你补血。啊、你要换只啊？我们快点上战场救人吧。我他妈开了杀死王子哦，他是免费角是不是？嗯。哦，那可能我以前玩的时候好像死人惨。你说在魔兽？难怪是有三只。我们快点上战场救人吧！阿夏兰诺比。阿夏兰诺比。哎、啊，我以前有跟别人玩过这个。你说暴雪？这只不是。暴雪还是魔兽？暴雪。啊、哦，暴雪。魔兽我没打，没打过凯撒。魔兽我也没打过凯撒。我会救一个人。跟谁打？跟谁打？阿夏夏，阿夏夏，阿夏曼诺，阿夏夏曼诺。干，这弹这个。对面怎么又有露西欧啊？露西欧治疗量很弱。你那是最纯，是上脚。最纯的。我只需要智上脚，这边开着补血就好了，这不用动。真的，开补血，然后在外面摸鱼就赢了，最神秘的人。感觉玩这阿巴斯就是阿巴斯。战斗要开始了，选择天赋，准备开战。朋友，你好啊，怎么样？准备伸张正义了吗？交给我们。我才不玩这张。英雄离开战场了，欢迎回来，英雄。没有。开战倒数，十秒。他说他是很难玩，他至少要晕倒了才可以开始狂放招。晕倒了，祝你们好运。晕倒了什么东西？全部是假赛，很多都假赛。放弃上路。你要去上路吗？还是下路退？这下子会损不损痛哦？哦，晕倒了，再见。非常感谢你。你可以过，我可以帮你们补血。治疗的好。时间紧迫。怎么了？啊！事儿弄定。非常感谢你。我的 W 是不是在按一次它才爆炸、啊？我不知道你，我没有玩过你的。他杀了诺里。谢谢你治疗。没有，他会自爆。我们打你。哦，我炸死一只。这个阿图再见。喝水。好缺乏力哦。
真的还是蛮多，丢几个旋风我就没法力了。后面以后有降法力，够用吗？动手术的时间到了。啊，对面也有那个出来，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哦天哪，讯号平台开始运转了，你必须控制平台。不错啊。这下子灰隼痛很痛哦！这选择是。天。讯号平台启动了，快控制他们！希望我们能成功。我来。来，加塞干！立刻进行消毒。我没法力了啊！GG！好哟。好吧，我没法力。没法力，我头大。蜈蚣吗？你会去吃那个、啊？你是要我选的吗？吃过了啊，灰尘。再见，赶快。好香的肉驴。香的肉驴。好香香。爆了，别气哦。听起来很严重。不能怪我哦。怪你啊！我就没法力，我就是怪你啊，这么快、啊。对，那现在在抓三分四，你真是那么智障，我不想奥利尔。刚才我不想奥利尔。小猎狗，我们就赢。讲错吗？听起来很靠背没打这么低吧？哎、欸，靠腰，他们怎么踩完了？他小、有好多虫族朝我们进攻了，快！啊，该回城里面了，快跑！太多虫子打不赢了。对，干！我要爆肉。撞屁有低吧？低吧，真是有。大师有个难用，现在就不要玩，现在不要玩。该死！不管你在忙什么，都先放下手边的事，你得先解决这些虫族。靠腰，谁跳给你？两个白木跳给你？是我们的弱啊，干你！我来处理。备用能量不足。靠腰，我没。还是到第二防线。没有魔。我也没魔。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我没魔就没就废物了。角色没有模式，真的。我得先撤退了，马上回来哦。是我们的弱王。哪里发生了紧急状况？那、凯尔萨斯太多没魔了。这不能乱放刀。要不就会成虫族的晚餐。哎呀，你怎么会在小兵面前会成？你真的不行。哪里发生了紧急状况？要来点，我要占领这座佣兵营。我靠，我真的要点低，我不点低的话，不点特性的话，我那个。他、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、那个是可以防住远程攻击，是不是？烧吧，宝贝，燃烧吧！很难点呢。动手术的时间到了。哦，没那么紧张了。靠，这刀还控场，有多麻烦？非常感谢你。快念小兵。他都在这边，我点到。我抓到你了！敌人摧毁了一座堡垒，
先挑战凯尔萨斯王子。阿强，好吧，阿强，哎哎，出来了。阿强不是他啦，是、啊、我知道，阿强是那个新心灵的，他叫强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全名叫什么？开工了。没有人知道。没有，也没有人在乎。哎，干你啊！给我一个币。啊靠！要被停止到啊！操！哎，这都停止不会受伤。讯号平台开始运转了，快点去控制他们！我觉得我们这波就爆了，我们要不要直接放弃？看扎鲁跑太快了。分了吧，弄。好，我们回战场吧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到不到要？死了，拜拜！我差一点，差一点。然后我以后也不玩这只，我不会，这太蠢了，这角色太蠢了，太蠢了。走吧，我们出发救人喽！放推的哦！我就知道这个计划太冒险了。那一大群虫族都发现我们的气味了。是啦啦，阿什尔诺菲。哪里发生了紧急状况？立刻通知消毒。哎，多拉达，他什么？他会念的，很好玩。好的，他会念。放弃，放弃，放弃，走走走。给我一个空大空大，感受他可怜，妈的，是拉七八人，七八人，七八人回来，谢了，我去，他下路，没关系的。你解决他们了吗？我不是怀疑你，我只想确认一下。一把真麻烦，还不得秒杀他。提早预防，免得进加护病房。干还没补到。反正斗争特工的地方也没多钱。选择天赋。哎、欸，我点错。被出打了，我点到火了，我把你点凤凰。我可以带你去那个，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要不要去？走吧，还不去控制那个，还不去找诺娃、欸？走了啊！好啊，他那个，来来，快快快，上车上车上车！上车了吗？走走走！喵！我们就放穆拉丁格。那个不在控制吗？哎、啊，不对，那只是爱心。倒在推上面。他下了诺菲，他可以吃啊，他可以吃啊。尼古兵，他是那个，他就没受伤，是诺。受伤还可以吃啊。偶尔干你脸，他小我一个大飞月球。打爆我！给我一个币。差点挂，干还是挂。是你的荣幸。就地方那大好久。啊，我死。哦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拿到那个。我还有雷神。能量达到高峰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启动。不是那个，不是张宇，是。要塞被摧毁了。那什么战绩的忘记。快点，快去控制讯号平台。我蛮想买 D 吧，有点太贵。注意，核心遭到攻击。我来处理。开工了。我放你身上。再跳木拉。你不要先让我跑。一爆速，砰砰。啊、我伤害是你们是诺娃的三倍，也是巫师的三倍。
也是对面最也是最高的耶。我怕这边欧贝丢那个，这边乱丢不把自己打得那么高，是开招怎么那么强啊？可是不好难玩。你要继续玩吗？啊，我是凯尔萨斯哦，不要，这好难用。继续啊，来啊！因为我的连线品质评分一分，欠佳，暴君太低。你还跟我说做得好，你的虫子造成了一万伤害，比平均。比实力相当玩家平均2375多了300多%，太好笑了。我阿巴斯今天没飞。阿巴斯你要玩吗？你要玩阿巴斯吗？阿巴斯好，看起来就好智障，看起来精，玩起来更智障。但是自觉一个萌，你喜欢的新技能，弹出蝗虫超。不是他的 Q 会放在队友身上，然后你可以他不要阿巴斯。你玩真的、啊？我要玩谁？没有人知道。奥利尔今天怎么没有任务、啊？今天是星海争霸任务、啊。没有啊，今天是那个、啊，那是什么万象？不，就是你打五场而已啊，还差两场。那塔少打。右键是什么、啊？废物，就是说你啊，露西欧，故意点，还刻意点开来骂，超废。看一个敌方英雄互换位置，双刃连斩，冲锋，并且进行两次基本攻击。那个很危险哦，你很有机会，你放过去之后，他就会放车，超可怕。我可以，我玩泰坦德，我玩。我倾听伊露恩的声音。双刃连斩可以赋予物理，到双刃连斩并非对非英雄的目标造成伤害。非英雄的目标，那不就是没用东西吗？我发现了哈，发现两点，终于学会了。这种亚坦尼斯还蛮爽的，不像塔萨达。塔萨达，没办法，亚坦尼斯活到最后，塔萨达死了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塔塔，我记得他多中那个中的光，然后会死啊。五米稳。不要稳。抓完了，救我这只坦！看到我要抓开战，开战了。该开战了，救！最不最讨厌玩坦，我玩坦的记录就是在英雄联盟，偶尔会玩一下坦而已。像是那个谁，人马。我英雄联盟坦都玩塞了。像那个什么很久之前最流行的人马上路，带回城跟那个什么，跟重击，这次有钱，然后冲进去，偷吃，直接 R 一个 R 开打，直接一个 R 开战，然后回头砍爆所有人。对，我记得、那個。哇，我们的普鲁比斯，什么东西？哦，101等，也很厉害，人马上路，好久之前，没忘记了，高二时候的事情。我有玩，还蛮好玩的。就是那场我们队友太废，那时候我队友太废，所以我就输掉了。人马上路好久以前。对啊，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分 game 的。选择天赋，准备开战。就是分 game。对。10秒，他的 Q 跟香味临近，那 Q 会砍两下，就是你普攻会变两下。作战开始。干没有中，还有中，好，还有中。马上完成。我看这些人蛮难玩。你真难玩。不注意就会被换，就会被换出去。我可以办补血，没问题。以伊露恩之名，他的普鲁比斯好不
行，没有人跟我配，我去上路干嘛？上路没有人啊，都不行。就会冲，我会冲进去再抽，再跑出来。这招难用啊！等等等等，这招难用啊！不知道少了，280而已。这是金系流啊！你可不可以上来帮我？我要去上面顶一下。啊，我血太少了。回家是吧？干一单爆了，刻不容缓。一单活该啊！怒飞。他还没准备。这个我不会玩，好哟。好、啊，至少队友没有死。好，我来上。他们有阿萨斯。就这么办。上面一堆人。看好戏。晕。同意的萨菲拉娜。遵从女神的旨意，选择天赋。他断线了吗？托伊丽萨·贝拉纳，英雄阵亡。朋友，你很英勇。你死其道。整全部行动。看什么？啊，行，行。出去看一下，发生什么事。挂掉。兄，刻不容缓。收集贡品，就能获得我的青睐。还是啊，可能网络全爆。欢迎回来，英雄！动手吧！我切哦，干你爹！你他妈那边，好，终于切掉了。一个钓鱼。哎，你还有的锻炼的啦！遵从女神的旨意。啊，他是没有发现麦克风管。干！马上去办。No。我放错了 ，sorry 啊，好闭嘴，好没事，我盯上，好，看来没有人发现我放错了。以一路恩之名，干你你，女神之怒降临你身，收集贡品。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选天赋喽！嗯，好啊，就这个放不到就这么办。真的重。保持下去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这个人漂亮，这个也猛。好，
马上完成。我盯上你了。网络突然跳掉。看看这一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你刚跳掉的时候，爷爷还帮你杀一个。是啊。看那个不行啊，这边没收水，打灯。这我就不开单，抢地盘的东西了。不是我来拿，应该是你来拿。哎，知道。你们获得了我的青睐，各位英雄，让你们的敌人尝尝我的怒火。对啊，我能回好了。哎，没回到，哎，干。你先撤退啊，该撤退了。解决敌人了，再见啦，堡垒。哦，该还是跟，哦，还是跟那原氏。哇，看见我了，吓死了，快吓死了！看一单，一单该跑，该跑，该跑。连杀。看那原氏也太衰，靠，转过就被你削一下。什么什么太衰，是我的技巧好。你他妈看那个 Q 的那个。我刚看到你那个 Q， 哎、欸，你 Q 蛮厉害的，女生之怒降临你身，刷过去。好嘞，敌方堡垒垮掉了。我的桥好，呵呵。哎。就这么办。快走。诅咒结束了，看看下次是谁会获得我的青睐。这边的火把都要烂。不是他的人，这还差不多。那多少？100。你逼我把你换出来哦！你白痴，你要在里面呢、欸。我大没。你有大、啊，我打把原石换出来了。哎、啊，不行。我真的不，刻不容缓。是一个很单纯的，干你鸟！我放他。原氏出来了哦！他跑掉，跑掉，跑掉！你跑原氏位移，我当然知道他跑掉了。我打起点干嘛？一路恩之名，安息。没有啊，刚想配合那个起点的。他就被打完。很多。各位战士。撤退！我先回撤。刻不容缓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太，太真是阿大，是从来没出现过。他们就在上面火啊！伊丹好狂！你看那伊丹超小，这把阿大是砍爆。那是最肥的。啊，没有刀可以穿。快跑！我来。啊，死掉了！太可怜，太爱抓了。太贵了吧。我要推吗？还是不推？我盯上。打完了。马上完。小兵没有推我吗？怎么推？看那组，看那组合金都无聊在打了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。哎，干你娘！收集贡品。赢得我的青睐。你想干嘛啦，大师？你不，我不敢打你，是不是？再跑个，跟泰格斯我。泰格，再见。泰格，我放生你 OK 吗？为了塔林多而战。当然不 OK 啊，干。啊！侏罗纪一半条血，还放生我！
哎，烟子你比我们高嘞，捉金。我们把他全部送掉，看我们三个人一个送，然后就爆了。太夸张了，哦，超好笑。我刚找到钢镖，我就帮。应该早点回去，我就不要回去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冲向战场，还是跟普罗比斯走。果然，我还是最适合玩奥利的。对，你还是我叫奥利。没摸到，他跳，他害怕，我跑掉了。他直接放灯塔。女神之怒降临你身，没人比我更强。没问题。破坏标准。泰克斯，你跑！泰克斯，你想跑？干！出局。我说是你的跑。选择天赋。女神之怒降临你身。如果是 low 的话，遵从女神的旨意。一定开始吵。一定开始吵 ，low 的话。可是因为这是一把，没有人会在乎。有人在乎。拉出来，拉出来。哦哟，这个好，干一个错，好啊，这个大，这个大以为阻止了我们吗？没有，我们收集贡品。哎，互换，再见。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自由开火。哎，我被定制了，太衰了吧！啊，大家都放掉喽！我都放真的了，拿来干嘛？是不是拉布拉开战争？我会开耶、欸！没有，我要放那个，我放下。哎，女，快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遵从女神的旨意。云皮有策略，就拿那个祭坛。祭坛去偷烧。你去拿。搞什么？元素来了！元素来了，来不及，赶紧干他！好动手！再看他干我，他跑掉了，跑掉了！好废啊！然后我就偷，再过两秒，再过两秒，快帮我顶一下！干，就这么办！干嘛？我的法术，有木吗？太多人了吼！这样换值得了。加火爬上去，看我伤害最高哎、欸，对英雄伤害最高，你在干嘛？什么？我是坦呢、欸，你要不要来？我是辅助，我是辅助呢、欸。要不就问其他人，你怎么问看那个普罗比斯？我没有。要不我说你们其他人在干嘛？我是每个人都问的、啊，在干嘛、啊、你们？我是坦尼。冲向战场！我还是第一次，第一次玩就是坦尼。咋就把那个该死的泰克斯换进来？哎，不，没换到。看看这次神仙收集到足够的贡品，我被盯死。哦，没错。自由开火。治疗者，谢谢你。看，很好。我会消灭你，再见，击垮他们，
输了。哈哈，快开呀人！你退啦，我都骑够了。GG！啊，你看看 MVP。就是我，你存在你打不死，这完成任务，还在打一场，最后一场，三十一人，三十一，嘟嘟嘟。哇，都飞哟！傻笑。好，我继续玩。我倾听一路恩的声音。哎，泰勒的造型好丑，丑死。哎、欸，那我也抽一下，我也抽一下，我可以抽到英雄。懂了吗？我来抽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哎呦，干嘛发你？这是简单模式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接受，我接受。换英雄吗？我接受，好不好？我免费试玩英雄，公阿小，这是我前就有买的哦。没有，不是啦，你有，你就算你有买的话，它还是会写免费试的。哦，对啊，真的真的。哎呦，哎，刚那比较好看，哎，这个比较好看，是原版的吗？还是？我怎么知道？干你爹！支付黄群。我第一个进来点什么就好。颜色偏移，刺穿会造成缓速效果跟持续伤害。干这样感觉到好好。哎呀，变晕的，可是好久九十分才有。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我倾听一路恩的声音。你输了。准备来场对战了吗？
有点很难说啊，这个到底该怎么比？有听说他的血量最少的。什么血？你说这是？听说他血对吗？哦，好，换我玩新龙。玩的什么臭光头？臭光头。乔安娜，哎，你是网购？你玩乔安娜？他补血吗？要奥利尔，你要奥利尔？好，那不会补血啊，那不会补血，那换一只啊。你要玩这个，那换这个。感受双宅上的饥渴。决定玩阿萨斯。阿萨斯也可以补血啊，只不过慢。王座。好久。这场打完，他不会这场打完他不会血，就可以。我要睡觉啊，做什么作业？晚上来做。我弟待会就回来了。等等就回来了。做一整天作业，你也蛮辛苦的。做一整天作业。这白金也有神级路西哦。哇？斗争可以哦，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白金路西哦。看看那些路西哦，他们只是嫌麻烦才会站着补血。不知道我又欺负大家啦，说不定我用鞭子把他变成智障。我们可以去上，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干他，干到他不敢出来，只敢在后面补充材料。最近马格努是不是被打爆了？他不是被关到网道里面，他还出得来吗？出不来了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我看最新是那个、啊、什么。我看那真的很白痴的，什么太空野狼跑去，他说他梦到说什么鲁斯要回来了，然后跑去追，然后全灭。然后还有一个圣洁天使跑去远征全灭。战斗要开始了，选择天赋，准备开战。没差，这找星空之王被关起来耶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后来就是那个是谁啊？是卢瑟吗？那个拿松奖的啊，他不是拿松奖，你不是说那个瑟尼冠军吗？我是说那个，还是说你说那个什么黑暗天使？暗黑天使，哦，是他，对啊，他后来跑，他说跑去跟那个，跑去跟基里曼要了一堆新的那个，就新版的星际战士，然后回去拔。我就把那个旧的暗黑天使爆了，然后做了一个暗黑天使二。太中二了吧！超中二，超好笑。搞过来！哎，不错，废物，就知道路西欧没屁用。哎，我一群人玩什么路西欧？啊，你快过来，多打一点啊，不要再往后退。抓到你了，干你变了。可是我觉得最好像是那个圣洁天使跟那个太空羊出去又被车撞，然后又要做新的，让你的愤怒用新的新版的星际战士来进。你有看吗？你有看吗？新版的。真的。他说那个。那个是什么？那大家来放那个词。他干没听到，厉害哦！放大、啊、再放大、啊，这动画慢继续放啊！但我在网络蹲，吓死了！你不知道那个吗？鸡蛋是有新版的。陆兄，再过来一点，没关系。我知道，那个他。我机器大天蛇又做了一群新的，根本是机大战，你有没看过？旁边怎样？成为我的使命。不要！
为什么不放在你身上？泰瑞，你干嘛？你干嘛退出来？进去打我！哎呀！哇，一个一个那个叹气真好笑。啊完了，我要挂了。阿松，泰瑞尔，你是做什么？你是电脑？我电脑也变强哎、欸。他换了电脑。哎，阿露呢？怎么跑进去了？哦，他到了，他找不到。他攻击不高、哦，他被抓住干掉了。好、哦，他没死。你就我去打吗？对，我想抢个四一八也好啊、哦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我还没，我那时候我天赋还没，我天赋还没点住啊，不能打。天赋还没点住。再看我天赋点157。我那个你说的话我可以补那个还没点。当然，神殿的魔力你已经偷得够多了，回去打仗吧，英雄。我咋还没打到？干嘛啦，露西哟？你又打不赢你是不是？哇对先干掉大家啦，先干掉大家啦，先干掉那个下面那个好头脑就打再见跑路回血，好多树快快撤退了，大家都爱跑，英雄战马，哎呦大小干掉做得好，突是一切，哦，差点被打到。见识王者的手艺。我不知道现在变怎样，现在很乱。我看在眼里。看路让他跑回去之后。慢慢回来之后，大家都变乱了。超高的。你的灵魂属于我。哦，那是假诺吧，那是真诺啊、哦！好险，差点挂掉了。救命哦！干你，露西哦，想电我啊！我都是。选择天赋。太阳的光芒在神殿里越来越明。等我一下，不会的。我的魔力在神殿里流动。我刚刚会有什么回没回到他重台？想神殿，想神殿。神殿在哪里？神殿在下面。我得去泰瑞尔去神殿啊！在干什么，泰瑞尔？他帮你扛啊，扛你个西瓜啦！他都欧背跑，跑不扛。扛你个西瓜！看我跑，我现在还是看不懂，我现在还没有看我招式什么，只随便跑。550，76。够灵性。我怎么排班费的够，根本没用。露娜娜怎么会死？干你娘的！不行！连杀！太弱，差点死。拿来！太好笑了！有皮肉大哥包袱啊！哦，谢谢。不行，还在差我，干。你们打 OK 吗？
看没鞭炮，当累一个累一个的不好转。差一点，先退，先退。快死我！泰瑞尔，你还蛮行，你怎么不回来？加腿啊！你冲一下！他说会打死阿姆鲁斯的人，放掉，放掉。可以，你那么强，我们差一等呢。啊！差一等还是可以打，差一等不打。大爆！我想我大要叫不叫？叫什么？叫死死！我叫飞龙，我叫飞龙。攻啊小！点的哦，干！就没什么用啊，看看你。干这没怎么来不及的。看对面有。哎呦，打！还一个刀干。好搞。但是泰瑞有够硬，他死。太弱了，白血。走。还要保的少。干什么？妈的！为什么他不是原本不是没死？妈的，这个什么的，这叫什么？太弱了，不要回城了。才这么多回屁就围哦！我是纳拉，白痴，刚他从上面下，然后被这边泰瑞尔炸一下就爆了。好，那幸好是伤害最高，我就看我怎么会暴起。没有，我会暴起啊！流动，手我即将到，让这凡人聚集神力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成为我的食粮。弄到那里干嘛？他会不要一直走吗？对啊，他没有，他杀人啊！你们下面吃哦，厉害厉害！选择天赋，敌方堡垒爆掉了！哦，找到德拉图。这你不用弄。哎，不要哦！哎，可以可以，坐哈。神殿的魔法耗尽。是阿兹莫丹。你们去争夺别的玩意儿吧。可以。双杀。我怎么会吃下去？快快快！看来阿路西是北齐哦。连杀。反正这角色你还是忘了。成为我的食粮。白费力气了，不然老痛。还没有到。死亡降临。给我一个币。顶。我干你脸！对。我早点跟我讲不行，我还帮你跑进去。那你嗑药会帮光大、啊，加你家旁边还有什么？啊，你哦，你是带，你是带那个淡水晶石去啊，不可能带其他东西。哎、欸，谢谢，干你太早放了。对哦，太早放都死机，要不然，要不然那你会死。其实那个我也补，刚好没补到，又放倒了。这个有十五秒，就大了。哎、欸，上面有德拉图。德拉图那一直砍我。
他们打不赢。我们差跟他差两等哦，他们等级比我们。哎，没变到。他们选那么难的角色，你看那个扎加拉，你说呢？扎加拉怎么那么惨？准备打进去打，打一个。警告看到吗？被打到就。我必须撤退。选择天赋。被罪恶的浪潮吞没吧。输吧，胖子。大家都躲。死亡降临，我的力量恢复了。可以定定。哎呦！属于我。我先回家好不好？让我回家。我要暂时撤退。我们撤退吧。我要去下面。终于，干他妈这一坨太帅了！王者的撤离，所有人都要受苦。打架啦，兄弟打架啦！超级不痛，啊、有点痛。所有人都要受苦。成为我的食粮。我干一个剑。哎干！我要跟其他人听说你有多厉害。哎干！你把推没打。他推进去是他跑，他跑不出来啊！对，抖吗？他没有钱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钱。看这边，看到我说干，你干嘛推走啊？我要把他杀掉。哎呀，干这两颗头我的吧。干你天，会捡走。你他妈！哎，走了。感受双者哀伤的饥渴。我被挡住了。大家去。大陆军这事也没什么。看我补比陆修还多七千，陆修你在干嘛？到底做多路？滚开一点的、啊，哎呦，打到打到。双之哀伤之了。哎呦，靠药一个。
哇呀！反杀！起坐了。选天赋了！不、哦，堡垒垮掉了，所向披靡。那大突然。路西欧都是个路渣。看路西欧，我们现在玩那么多场，没有遇到好强的路西欧。给我们箱子两包，该开了吧？这样而已，一箱稀有战利品。一箱，给一箱稀有。先开，我开稀有，先开稀有。做得好，这场对战只死了两次，与你实力相近的玩家平均死会三到四次。太够脏血，啪！阿多菲乌。哎，有进化者亚坦尼斯哦，我接受。再开一个。史诗真红命，我开灯。再来，再来。哎，史诗，史诗瓦利安，瓦利安，乔安娜、哦，好 ，OK， 开开开，我接受。希望这次该来一个奥利尔的吧。好，我先算了，不要贪心。看这个要怎么开的，烂。再来一个奥利尔的吧，史诗奥利尔，干诺瓦。诺瓦也不错啊。你有诺瓦吗？我其实不喜欢诺瓦，看起来都没被揍死。哦，传奇，史诗，哎，史诗，大酋长希尔纳斯不要。传奇高能瓦斯幽灵特，干，所以他妈不行。幽灵特，不行，白痴哦。传奇为什么是凯利根啊？叫我去玩凯利根是不是？哦，不要，我的奥利尔呢？音乐也都做起。干，我不想了，我不玩了，我留四。还有四。干你娘个鸡巴！领袖普罗比斯好了，这个我有。再开，再开。哇，传奇！传奇！麦迪文，背，最烂。太阳看中了，太阳反打，还有四。最后两箱。我也是最后两箱。这个诺瓦，这个还可以。好，这个我接受。啊，最后一箱了。啊，最后一箱。阿巴里恩哦，干！踢哦，粪东西弹开啦！只是，哦，终于抽到奥利尔了。啊，我都抽到。我接受。啊，我抽到麦迪文了，干算了。因为你是垃圾。我没有箱子，抽到垃圾，抽到麦迪文。干，那是烂角色。要不是我他英雄，我他妈早把他宰了。我知道这一次我一定会守护你。凯利根是哪一只？哈，凯利根就是刺客啊，刺客啊，那个、啊、星海的、啊、哦，还有500块，看哦，我还有传奇造型哦。你有哪一只传奇？你有他的什么？哦，这只还蛮帅的哦。看，我去看，就他那个啊。欸，那他十个箱子，他有送斗阵特工的吗？你要开斗阵的哦。我去开斗阵，我现在要去开斗阵，不 care。妈的，我开斗阵的。你要打吗？白丝斗阵。我不要，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我开个玩笑而已，好不好？谁要打、啊？我才不会跟你，我才不会玩斗阵。拜托。我要去翻中古兔王爷。说什么？那我先开斗阵，我要开箱子，有十箱，不开可惜。
终于开了传奇造型，这都开始斗争传奇造型，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。还好，斗争传奇造型我还好。反正你也没在玩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还有一些白痴哦，那个帮杯杯子是没回忆的。打那个，来，我先来看一下。哦，一开始上来什么？多少？都是废物。干150，干多废，干最废最雷。啊，开始上来就是废物，接下来全都是废物。接下来我已经觉得接下来都是废物。哎，我看到传奇。什么？你我不不喜欢的。500块。哎呀，传奇500块，多棒啊！我现在传奇500块还不错，传奇500块有中有中，继续。看蓝天白云，算了，不要苛求，继续下一箱。他不是有10箱吗？还是5箱？10箱，我剩10箱，我剩5箱。半藏的传奇，可是我不玩半藏。半藏传奇是什么啊？他的什么？孤狼。孤狼还不错，孤狼我接受。跟青年两倍。还不错。哎、欸，10箱中2张传奇，竟然好不好？好像这样。就是500块啊！就是500块。500块啊！又不玩。又不玩，可以到就好吧。懂了，10箱、啊。最后一箱。再来多来几个第八头像。干好，烂东西。我传奇，此时。我只是百五十块。我也抽到那个。好，该来买新造型的。买个安娜的。开战利品。买安娜新造型。哦，两个史诗。哎呦，哦呦，真的假的？赢表情，再来哦，传奇，传奇了，法拉甲机甲女王，机甲好用，我买对传奇了，妈妈的上位，买年轻妈妈，啊废物，哦这个头像。买了，欠买。16位元英雄。那、啊、我买了，好，我买一个传奇造型，就是他。啊，我接受。把头像。正义得以伸张，织女莫若母，要来根睡眠镖吗？正义得以伸张，人都会死。还有那种屁话，人都会死。织女莫汲取教训，你怕了？比冬天的月幽灵还似。还有4箱，那、啊、你开完了吗？我开完了、啊。我把那钱拿去买那个安娜的年轻造型。哦，史诗是什么呢？这是他的声音。啊，嘲讽，好，就放这里。哎、欸，怎么有新角色？我没有玩的人马是不是？新人马，四只脚。夺命女夜幕黑，哇，套用。好用。重复加15，哇。啊，精彩！一枪毙命啊！精彩无用。这是谁？欧瑞莎战士肌肉套用。哎、欸，我有女警哦，对。我第一把女警，肯定要欠套用。好多钱。钱，要是现实当中有这么有钱就好了。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医生来喽。那个在哪里？好法拉。想不起。没有。与我。哎、欸，对的话，我出新的箱子。偷到机甲女王。
机甲女王，然后有两有300块，300块来买谁的造型好呢？机甲女王是谁的造型？请问一下，法拉的。法拉机甲女王。哎、欸，那还不错，你抽那个，还蛮好看的。吼、哦，这个战第一关齐格勒也太可爱了吧！啊，真的、哦、真的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这什么时候？我前阵子那个，前阵子他有一个什么，他有出一个什么零度叛乱的，然后是打，真的很可爱。可是我觉得他女巫也比较，女巫也很好看。怎么不叫我回来玩呢？孔傻想，你一定会说不要，连我都不想玩。你说我有个很可爱的慈悲造型，我就回来玩了。无论死活，不是啊，你那个要抽哎、欸，用抽的，你也抽不到。你就知道我抽不到，你什么都知道。你感觉你就不要抽了。我也很饿啊，我也忘记上来李箱子啊，搞不好就抽到了。可是我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上来玩。我觉得欧瑞莎造型还蛮好看的。欧瑞莎随便了，他这个角色我反正就……哦，他的零度相限那个还蛮好看的，跟其他不一样。蓝木星造型，哼，吞头不是继续抽，继续抽下去没关系，第八继续抽啊。哎、欸，那个、啊、那个什么夺命女游星造型。必抓组织，小美也有，啊，那是过年的，是不是？过年新的春节，我去，嗨嗨，你怎么也这么丑？我觉得闪光的新造型还不错，那个新人奥斯顿，是啊，比他之前出过的好看。还好，维持就比较好看。哎，对，慈悲最好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说玫瑰持久，莱因哈特这个附近也是有个磁场。哦哦，这个班德希克，班德希克，我看一下，救王。哎，班德希克有帅、欸，班德希克有帅。救王也不错，就是抽不到，所以算了。算了，不一样了。火系工程师，我要洗魔也很帅。是我说他神圣。这个上坛雅呢？三藏，三什么藏？还不如用胡桃钳。大半数呢？卢肯斯坦，万圣节。还有谁有出新造型吗？没有，安娜我是买伯劳了，伯劳比较好看。安娜我买那个阿玛丽上尉，年轻妈妈。玛丽上尉还好，伯劳比较好看哦。爽啊！爽啊！就你们这群不吃才会选。看看文斯顿。你现在怎样？现在悟空也是哦，你现在怎样？悟空跟雪怪，雪怪不错啊。都还不错，看还有原始有出现的吗？原始有，对，原始我造型是鬼面，我确认呢，欸啊、我不想用啊。欸、有啊，还有出那个、欸、黑卫部队，超丑，趁钱丑，半生化的，没有很好看，倒不如用游牧民，应当是什么？那也还好。鬼面比较好看，缺点有个丑的，因为他脸太白、欸。没有，我觉得他那个暴雪版没有出那个初号机造型，也蛮好看的。初号机配色，我这边没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谁？路西欧，神八军团。对不起，哪里神八在骗我？有，没有足球，他们觉得没有足球就是神八。打我曲棍球前锋，我可以打曲棍球。毛毕业骑兵，毛毕业骑兵，
野鸡变成零度象限，普普通通。世界危机也普普通通，量产型的比例。蓝露珠呢？没什么有趣。八戒那个。塔利亚。塔利亚没有新造型，他是被放着。举重选手。好了，好，结束这段蛮好看的。麦卡利。有他的风格。黑尾部队。白色黑尾部队更没诚意。根本就是前面几只的黑色版本而已。真的，你说谁的？卡利被放生了是不是啊？达利亚有黑尾部队。我是麦卡利。麦卡利有黑尾。麦卡利，这是黑色的东西啊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这黑色的。你看好可，有啊，枪不一样啊。有吗？有啊，枪不一样，然后他的手还是正常的啊，不在乎啊，干我管麦卡利。他是有差，你枪不一样。枪不一样啊，枪不一样重要吗？啊，偏没打。随便的，算了。偏没打，被放生了，是不是？新梅塔很可怜，新梅塔真的没有任何新造型。对，新梅塔变强了。是吧？迪巴没有，迪巴都飞了。迪巴也是被放生了。迪巴，看就不要下次出了。就不要出了半藏鬼面，然后你会叫我上去打那个斗争特工，没有那个什么暴雪鹰吧？半藏鬼面你不是有了？没有了，原半藏没有鬼面呐、啊，原子超鬼面、啊。白色半藏我半藏我可能会，没有啊，就是看到任务就想要解一下、啊，有活动就难得打。没有，上次玩是因为你说要玩了，你居然说好，然后我就真的，然后就玩了。然后就不小心变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不，好造型的。好看的，像自己说完了。对啊，乖，睡觉了，休息一下，该睡午觉了。